然后汇报一下情况吧，现在是真是足不出户了，就是一下也不让出去了，除了做核酸，然后去村里边做做核酸，现在是只能待在家里边了，户子长正常了。今天是8号，星期六，8天都没回去了。当，帅哥。皮子，还拿一皮子，咱皮子。不是，你看我这眼神有点不对呀、啊。你想怼我嘞？我怼你啥子？今天我就嘲笑他了。嘲笑他？我哪有我嘴角嘞？不是四哥。咦，吃个蛋糕吃完了，我叫你坐那放上一盒吹风去。吃风干嘛？啊！一会儿咱站放上吃风干嘛去吧。吃完了就背我腿。一只鸡子吃3天，今儿是第4天了吧？咱对我菜，要求少。你到时候了，你搬家，你到这儿，那我你真是吃不着毛了。今晚上，今儿中午得喝会儿。喝啥？喝做核酸去。哦，做核酸去了。哦。他找啥菜呀、啊？辣子鸡。辣子鸡啊，那一回咱不是吃了辣子鸡了？那鸡是鸡丁啊。哦，辣子鸡丁。哦。啊，中午好。好，少放点啊，淀粉。淀粉腌着嘛，腌个10来分钟。帅大，这是啥菜？回锅肉吧，你。回锅肉。哦。好的。大。这青这不是这青椒还能吃不中了？你们，咱扔地下了。你在厨师行业混的时候，有人说你穿着围裙是最帅的时候吗？那时候不穿围裙。你穿啥？工作白了。哦，白了是吧？不是说俩菜得做着做着做多了，两荤两素，又变成两荤两素了。啊，不过了，这会儿真喝水给崩了。你想起了吧？好的。这上午没买菜。一上不得飞。大，我老想跟那首歌给你唱唱，你叫我唱唱吧。你帅吧？呀，唱那首歌嘞？你啥都不唱，我唱《铁窗泪》。大，你没事了吧？你别很怼我，人家说你很怼我的。怨我了？你和那不拉拉不拉拉不拉啥不拉？你别很怼我啊！少下点这白家啊！没有，你给我劈了一下。我劈了一下，就在省点事呀，咱俩盐够不够？盐够。都长啥？味精。嗯。香味。不是你揪着咱家的东西是吧？主要是这个还得一个月了吧？应该。你慢。啊。你那不是一会儿吧？是吧？下一道菜啥菜？鱼香片。好的。料头。中间加糖。那是糖啊，它不是盐。哦，错，有，茄子，人家这些鱼香茄子不是都炸一下？你算吧，搁家里，那有点讲究啊。那鱼香茄子甜的微酸，略带辣味儿。哦，知道吧？看着也好看，嗯，真的也高级，嗯。炒的真黢黑呀、啊。
你接着出来，你给我炸呀！这是黑的，这是红的。来，你今儿俺看的啥呀？我瞅啊，本地门儿。我跟你说，咱家的饭呢，生锅吃呀。那不是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大，那一盆油十万了啊？咋？那一盆油。油十万了，那咱们就行了。桂英水，辣椒，辣椒油。你就跑了，我头晕。中了，不是大哥，谢谢。好的，辣椒，盐不撒开肉，撒开味精了。不撒呀。好的，盐。还有远，还有远的啊。给，拿着鸡丁。拿着鸡。好。哎呀，大黑膏药，酸红眼是吧？嗯，我看好吃多了。我估计今早餐下的比较快。我说我少弄点啊。一杯就我一杯。我少喝点，我不喝那么多。好。要尝尝那肉片子啊。嗯。嗯。不愧是大厨。嗯，去南方都是郑州出口大厨。嗯，南方都是炖菜，然后汤，咱整碗汤，四菜一汤。嗯，咱做碗汤吧。也算吧，算就这吃完。你这个粉面吧。啊，这是炒的这个回锅肉，俺大炒肉回锅肉味儿不赖，炖馅刚刚好大。哦。嗯。我第一次吃你吃这么丰盛。里面都是四菜一汤啊，嗯，多汤，咱这边南的是吧？边南快的，南快的。南方炖菜特别新鲜，炖菜。好吃，来多吃点。啊，嗯。我吃了，大炒个茄子吃过，反正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